系统，所以它骑乘起来很稳定。我就知道大家没注意听哦，叫做 VGS， 叫 VGS 的下悬吊。请问一下，叫什么的下悬吊啊？我们就要先给他橘色衣服那位，他先举手。请问叫什么下悬吊 ？VGS。很好，那可能大家这样子用听的不是听的很听，就不能了解说，VGS 是什么？简而言之呢 ，VGS 它就是呢，可以让我们这台机车的车架怎么样比较稳定，它是一个系统。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呢，在我们的车体的这个钢架上面呢，更是大幅的强化。所以说呢，在我们像刚刚这位大哥骑山路有没有？要颠簸的路有没有？我们车身结构是非常塞啦，很稳定，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部分，而且呢是非常的灵活的哟。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完了 Jet 125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给我们 Jet 女王 Amis 一个热情掌声鼓励，辛苦她帮我们展示好不好？谢谢。好，其他稍事休息之外呢，想问一下，我们现在送的鞋头啊，所以我们后土族呢，大家只要在路上看到我们后土族、盔甲师后土族以及我们双眼 LED 的定位灯，就可以直接鉴别出来，这就是我们家的牌子，这是我们家的车款。那当然，这后土族呢，更是我们这台设计的这个非常重点之一。那除了这个外形之外，灯器之外，其实在我们的仪表板上面呢，也是有很重要的特色哦。那也请大家呢，待会可以好好的来实际来近距离来欣赏一下我们这个转速表非常的特色呢，就是拥有 LED 的高科技的转速表，在我夜间的时候呢，是非常的亮眼瞩目的。那各位车友呢，其实在网络上啦，在我们的这个经销商呢，看到这台车子都说超喜欢这个转速表的部分。所以呢，除了在我们灯器上面，还有我们后土族盔甲师后土族之外呢，仪表板上呢更采用 LED 的这个非常特色的地方，也是呢大家很喜欢有科技感跟速度感兼具的部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除了外形很重要，内在重不重要啊？重要，重要，对不对？所以呢，外形上介绍完之后呢，内在也要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那么也请各位现场朋友们可以好好捕捉一下我们这个女神的画面。如果呢可以的话，邀请大家将今天照片呢上传到我们官方的粉丝团，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今天我们现场的活动有进行什么样的这个趣味的这个展示啦。好，现场会动，二一，开始。